我这，哎呀，是不敢小声了，没劲。叫啥？你一直盯着我看看啥呀？啊？可能最近很少有机会这么看你。确实，最近一直忙着呢，没时间好好陪陪你。头发乱了。那你之后是怎么打算的？之后啊，跟他一样，钓鱼。没想好呢，我寻这段时间多陪陪你，等你啥时候烦我了，我再上班。那你永远都得上班啊，因为我根本就不可能烦。啊，那行，那我就跟他一样，天天钓鱼了。但是，之后还会那么忙吗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那如果会的话怎么办？那你就去我那儿住。去你那儿住？为啥？因为这样的话呢，起码每天不管你忙到多晚，总归嘛有口肉饭吃。如果你要是工作的时候呢，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，还有一个人能在你旁边念叨念叨。那你不觉得委屈吗？不委屈啊！我天天跟你倾诉负能量。你呢，白手起家嘛，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，就要付出异于常人的努力。你愿意为了我们的未来？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在你身边陪着你找你？其实我有的时候也纠结，我是应该多陪陪你啊，还是应该忙工作？我了解你，所以呢你放心，我不会成为你的绊脚石的。我可不想把一个满眼都是我的女孩给弄丢了。啊，钱是挣不完的。我以前就是太拼命了，拼命是能挣钱，但是挣钱不能挣命。对呀，钱多钱少够花就好。得意的时候呢也不要忘形，因为往往福祸相依。失意的时候呢也不要惆怅，因为往往苦尽甘来。天啊，怎么面朝大海。